你说你到底有没有把我教你的东西记在心里？有，我记得师长你第一课就跟我们讲，身为中南海保镖，最重要的是不惜一切代价保护当事人的生命安全。我可以死，但不可以错。我要的不是保镖，我要的是你。没问人家就随便乱动，你当这是你自己家？这是我的工作，请你跟我。为什么要跟我？我又不认识你。不要动，看看是你的血肉块还是我的子弹块。什么事都要问你啊？是。是你今天。什么东西都要表露出来，哼。妈，你不要乱来，我是花朵，我这是蛋黄。这是真爱情。